交通事故呢非常常见哈，可是下面这起交通事故却着实离奇。一辆停在路边无人看守的三轮车莫名其妙的就动了一下，结果呢把旁边一位正在走路的女士当场撞倒了。而不巧的是，倒地之后又来了一辆面包车。视频中，一路人正在路边行走，当其走到路边一辆停放着三轮车时，三轮车突然自行动了起来，将该路人撞倒在地。此时从后方恰好经过一辆面包车，当场将倒地的路人碾压车下，酿成了悲剧。我们特别期待走进科学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谜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管怎么样哈，走在路上咱们多看看多瞧瞧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